我们要打道回府了，这一趟出来可以说是亏本的，也拨不动了，真的拨不动了。是啊，人工费都赚不回来，更别说什么过路费、油费、住宿费、吃饭的。哎，别算了，这种回家吧。既然来都来了，要带点芒果回去给爸妈尝一下，这种是辣椒吗？他们应该都没有吃过，通通装回家。重吗？不重。走吧。嗯。95加150。95150块。嗯。满满150，能回到玉林没有？估计差不多吧，不然的话就推车吧。你在后面推我开。听到没有？听不到。家人们终于回到了，我真的是要崩溃了，我真的是。一车都是芒果。这一趟出来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芒果特别多。是的。我拜走拜，了，再见。拜拜，小心点开车吧。嗯。有弟弟就是好，这种重活都使唤他来干。回来到已经12点多了，这么晚了，隔壁的这些堂哥们还在干活呢，分一点给他们吃。嗯，喂，还管的？是啊，八姓的蒙哥啊，领你翻不给人家黑了，哦，都分你了。能分啊？哦，这搞对啊，对对哇。小狗狗。虎仔，我的小狗狗，小狗小狗，我的小狗小狗，我的小狗，好久不见了是吗？小狗，好久不见我的小狗了，么么么么么么么。吃饭了吗？回家就是好，一起床就有饭吃了，也不用想着一会儿出门要晒太阳，一会儿芒果卖不出去又怎么办？喝那个汤啊。我喝粥，吃榨菜，在家都很幸福。你卖芒果卖的怎么样？卖的还行啊，挺好的。挺好的。这个芒果好吃不？那个辣椒芒果，很香。好吃。那个好吃真的。还要拿几个去上班吗？你可以拿多一点啊，拿去给你的同事吃啊。他见你晒黑也很多啊，是不是很辛苦啊？不辛苦啊。上来吃芒果，啊、快点！不管，不再不要叫，吃芒果了吧？别摸它，摸摸等一下要吃芒果了。没有。嗯，谢谢。闻一闻，香不香？香。香啊。这个也香。嗯，你那个也香。都香。香吗？香。你吃这个吗？嗯。哪个好吃？这个。这个。懂吗？这个是桂七。姐姐，你觉得哪个好吃？也是绿色的，这个好吃啊。小孩子也懂吃的。妈，哎，来来，这是我从白色带回来的芒果，给你尝一尝。哎，谢谢姑姑啦。这个还没熟。嗯，有皮焦起来那个呀，哥。它熟了，皮也是绿色的。摁这个皮软了就熟了，应该要3-5天吧。这些都是熟的。你还吃吗？吃过了它。